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之国际形势啊。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晚上时间。这个前几天啊，这个美国的麦康纳说啊，中俄伊是邪恶轴心国。随即啊，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原新上来的也说中俄伊是邪恶轴心。今天内塔尼亚胡也说，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邪恶轴心，说他们是文明的敌人，是吧？这个轴心啊，这记住他说的这个邪恶轴心，绝对不会是什么真主党啊、哈马斯这些，因为真主党、哈马斯是伊朗支持的啊代理人而已，是吧？是属于他的下属机构。他说的这个邪恶轴心，他虽然啊没有说另外两个几个啊，不像那个麦康纳和麦克约翰逊啊，直截了当就中俄伊。他虽然没点啊中俄的名字，但是毫无疑问，能有资格叫做轴心的，那你得有资格，是不是？为啥他不叫什么朝鲜，也直接放进来？麦克纳是不是？什么委内瑞拉为什么没放进来？邪恶国家多得去了，是不是？轴心是啥？就是以这个为轴心，是吧？像当年德意日啊，一个是地中海意大利，一个是欧洲中部，那就是德国，一个就是日本，就东亚，现在也是一样，这就叫轴心的概念。轴心是啥？就有足够的实力啊，才可以称为轴心，因为它在当地啊，成为一个重要的啊，别人依赖它嘛，它轴心是吧？在它这个轴的中间，它撬动了很多啊，更多的邪恶的势力。所以毫无疑问，内塔尼亚胡说的，伊朗形成的邪恶轴心，另外几个国家那就是呼应啊，这个麦克纳尔以及麦克约翰逊所说的中俄，说他们是文明的敌人，这是毫无疑问。为什么要这样说？说白了就是，这一次啊。这个以色列啊，清晰的知道背后是谁，是不是？除了伊朗以外，那就是中俄。林女士，你怎么看啊？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邪恶轴心，虽然没点中俄的名字，你怎么看？我自己是，觉得像前几天的那个麦康奈尔所讲的，他已经在新闻节目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看清楚中俄伊的真面目，你还去跟他们做生意的话，你就是在资助邪恶这个体系的壮大。所以，当人们越来越清楚，中俄伊他们所要架构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势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避免被他们的这种所谓的超限认知还有舆论信息去误导。因为当人们非常清楚有这样邪恶存在的时候，我们会有明辨的这个决断力，而不是像所谓的一味的爱。或者是真的是用爱发电这样子的观点去看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世界上美丑善恶这必定是有的，所以正邪两方其实是没有办法相兼容的。你不能说你站在中间又偏向邪，然后又跟正义联盟做生意，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是天方夜谭，因为。真正的邪恶就是像今天有的推上讲的，是撒旦，林女士，我想问一他下，就你觉是。得你认不认可我说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邪恶轴心？另外两个啊，指的就是中俄啊。对对，因为他写他们嘛，他讲他们是文明的敌人嘛，他不是说他，他如果只是说他，就是指伊朗，但是他讲他们的话，就是不只是。不只是伊朗，那伊朗在中东地区，它的轴心就是以它为中心点，它吸纳了也门，然后伊斯兰国的这些抗议组织，然后还有这些胡塞组织，还有这个哈马斯。那在世界上的这个轴心，中共国它就是借着"一带一路"来
壮大它的轴心，以这个邪恶为基底，然后去吸附全球的这个邪恶力量。那俄罗斯也是一样的情形，所以我是认同路德先生的。路德先生，谢谢。好的啊，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时候为啥啊要提这个邪恶轴心啊，是吧？为啥？可见就是啊，他整个的这个布局啊，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是不是？到了一个阶段，这个接下来将面临的啊，因为内塔尼亚胡心里很清楚，解决哈马斯，是吧？他必定。你如果说只是解决这个小鬼，那你肯定解决不了。如果你不能解决根源的问题啊，就跟当年解决纳粹，你如果只是解决纳粹底下的这整个啊，是什么冲锋队，你不解决整个纳粹啊这个体系的话，你只是把那几个所谓的刽子手啊，什么冲锋队、党卫军的刽子手。你把他抓了没用，他得解决根源问题。所以这根源问题是在哪里？那哈马斯的背后，那就是这个邪恶轴心，是吧？就是说白了，作为一个啊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理，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得要知道敌人是谁。他没这么蠢，说白了，就中共忽悠两下就可以把他们给忽悠掉。说白了，咱都看得出来。你觉得啊，他们有情报的啊？说白了，这种各方面谁没见过啊？会被中共给忽悠，会被中俄给忽悠，那是不可能的，知道不？林女士，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感觉上在以色列跟美国的政治部分，他们的决断是非常清晰明快的。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总统，他在面对这一些国际局势的压力，然后这一些为了巴勒斯坦人发生的这样子全球的抗议行动，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动摇他的心智，也就是像路德先生讲的，以色列人非常的聪明，不仅仅是以色列，而是全球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是他们的聪明是带着智慧的，因为他可以看得到一个事物触发的基底，它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底层的逻辑是正是邪，是善是恶，是魔鬼是。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们看得出来，即便你是怎么样子的掩盖，你嘴上在说的怎么样子的民族，说的人道，说的非常的好听，救援，所谓的红十字会，所谓的国际上联合的这一些救助单位，其实在犹太人他会看这一个事件，或者是你们所提倡议的这个口号，你们真正行动背后的实际结果是如何？然后你的那种根由，你做这件事情，你说这一句话，你的根由是来自于哪里？所以这个，当人们对于基层的这个出发点，你的出发思维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为这个全球的这种搅浑水的扭曲舆论而影响，也不会去因为所谓的人质的问题而去影响你应该有的军事步骤。就是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统还有这一次以色列人等全国所展现在国际媒体上面给人们所看到的感受。这是我的一点想法，陆德先生，谢谢。好，我们再看啊，这个巴勒斯坦有一个这个权力机构啊，总理叫阿什提耶说，如果要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等于说先建立包含约旦和西安在内的独立国，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才会在以哈冲突结束后回去治理加沙。以色列现在的计划是什么呢？加沙战争结束之后，
让某种形式的过渡政权统治加沙，可能让阿拉伯国家也参与，最终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恢复对加沙的治理。但是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总理就是约旦河西岸的那边总理阿什提耶，接受采访时强调，约旦河西岸必须在两国方案框架中与加沙结为一体，如果没有，也为约旦河西岸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会同以色列合作。说，在没有为约旦河西岸取得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治理加沙，就有如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坐上一架 F-16 战斗机或以色列坦克，我们是不会接受的，我们的总统阿巴斯也不会接受，我们这边是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我们需要的是全面与和平的愿景。说约旦河西岸需要解决方案，然后在两国方案框架内，把加沙与西岸结为一体。这里头啊，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出的要求是啥？就是首先让约旦河西岸啊，现在说白了就是以色列先同意巴勒斯坦建国，建完国以后啊，这个国内已经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包在一起。然后呢，说白了，就是让他们放手，他们去搞，啊，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呢再去治理，啊，这个说白了就是同时两边，就是以色列不要掺和，让他们自己搞，搞完以后可能又是一个恐怖组织，就这意思，就是巴勒斯坦他们要先建国，建的这个国呢，啊，以色列不能参与。一点都不能参与的结果，最终就是建成了一个中俄伊邪恶轴心国控制的国。而以色列的方案是啥？就是先拿下加沙，然后在加沙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啊，在这个过渡政府，然后再跟那边去合二为一。等这个过渡政府就是以色列控制的国制政府，就说白了就是美西方世界控制的，啊，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这样的过渡政府，然后再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边整合，就有点南朝鲜、北朝鲜这概念啊，南北朝鲜这个。如果在整合的过程中，啊，再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通过民主选举啊等等啊弱化。他们的这个专制集权的啊，这样一个机构，慢慢的，它是一个这逻辑。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不同意，说要以色列彻底放权啊，让他们去。说白了，这就是矛盾点就在这里。林女士，你怎么看？分享一下。我之前看到那个加沙地区的政经局势，它其实刚开始也是巴勒斯坦人自己自治的，不是吗？那为什么自治之后还需要以色列人去帮助维持秩序？也就是因为巴勒斯坦人在那个地方自治，因为巴勒斯坦的人民就是在教育或者是整个国情上面是很容易受到煽动的。那他也很容易去形成这样子的恐怖组织，然后善良的百姓又要被这些恐怖组织所挟持，所以为了让真正的一般的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过上是人的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慢慢的他们才会有一些人是请求以色列来帮忙去协助。真正这一些巴勒斯坦平民在加沙的这个能够生存的权利，不是像这些所谓的巴勒斯坦权利机构所说的，好像以色列处处都在干涉巴勒斯坦这个人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他们生活的想要的模式，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是像这个权力机构的代表所讲的话，那
一样是回到了邪恶组织的手里的这一个区域。我相信美以不会答应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有想法去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好好解决。他会用十几年的时间，包括清除这地下500公里的这个建筑里面所有的这个哈马斯所架构的这些东西。其实说真的是应该是哈马斯加这些所谓巴勒斯坦政府的这些官员，他们运作的这一个地下城堡。那当这一个地区清除干净的时候，才能够来说所谓第四天这个政治治理的走向。应该巴勒斯坦的人民也希望能够获得人权跟平等的安全的生活，像人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会了解到，所以以色列的政府应该也会帮助真正的巴勒斯坦的一般百姓来做良善的规划，这是自己一点想法，路德先生，谢谢。所以啊，这个你看，大家看，所谓的建国两国方案啊，表面上都叫建国，但建的是啥国？一个建的是北朝鲜式的国啊，就伊朗式的国；一个建的是南朝鲜、南韩啊一样的国，区别就在这里啊。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一直谈不拢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巴勒斯坦。巴结组织在，所以就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的历程。啊，中共是站在哪里？就是站在说白了就类似于啊，要把巴勒斯坦建成北朝鲜这样一个国的一个方案上，是吧？这是本质啊，大家看。但是他们搞不定嘞，所以呢，就他妈就搞恐怖主义啊，用各种方式。威胁恐吓，是吧？来骚扰啊，就是要建一个邪恶的啊，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邪恶的，就像北朝鲜一样的这样的，他们可以完全掌控的一个这样的，没有人权、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啊，没有啥都没有的一个这样的啊，邪恶轴心的一个傀儡国，说白了就这意思。所以这就是啊本质。好，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啊相关的资讯给大家带来。再见，谢谢林女士，再见。